米六多，我们现在长了6年，比他一年级的时候高。他比我小了几岁，可能就小几个月。然后他用弯着腰的时候，他然后哥哥问我，用弯着腰。张思雨是一个品学兼优的好孩子，他呢能够和同学，这个和平相处，能给同学们玩到一块儿去，而且学习呢也很不错。林视频 APP 等你下载。